这是妈妈的床，这是外公外婆的床，这是小姨的床，这是我的床。你还真别说，这家人是真能处啊。我妈跟我说，她十几年前就猜到我会来到这个家，为了迎接我，早早地买好了这张床。姐妹们，这家条件还行，高低给买了个大床，床头设计略微特别。我妈跟我说，这样比较符合我鹦鹉的气质。这个床垫质感冬暖夏凉，也是特别为我定制的。这家条件行归行，在伙食方面还是比较抠门，要是每天能多开两个罐罐就好了。